好显眼招牌，这里原本是家乐福在南港经营超过30年的台北 Kigay 处，现在由全联全面接手。2000多坪，租约1015年，但同时间家乐福又在附近500公尺处找到坪数差不多的新据点开店，让人好奇迁移原因。基本上是因为当时也当初到期了，那要整个营运的考量上面，因为一定都有些新的策略。否认是因为租金涨价，但确定南港会有新据点，等于同一区块的巷弄处有2家量贩业者互相较劲。年龄上面，原本这个住户他可能从40几、40、50岁的壮年，到现在可能30年后已经成为70、80岁的比较高龄的人。那南港也是在台北市地区高龄人口比较多的地方。前量贩公关分析，南港车站完工带动附近商圈，不仅有新建案、新的人口移入，还有消费主力老年人口尚在，人潮就是钱潮，量贩超市当然要进驻。家乐福去合并顶好去做战略的一个发展计划，跨足这个超市系统，那全联也积极的在扩充版图，往大型店的一个发展。那双方虽然说各自有考量，相信未来的这个竞争啊是在所难免。全联展店积极，目前全台共1044家门市，商业利益考量之下，南港区成了量贩兵家必争之地，而巷弄据点深入民宅，占尽街坊优势，带动商机。三立新闻林文富、莫想真台北采访报道。